3月28日下午，林书豪在微博发布了一则他和周杰伦同步表演魔术的视频，并隔空叫板：“大家觉得我和周杰伦谁表演的魔术更好？”视频中，二人一个表演魔方变彩虹糖，一个表演火柴盒中出现硬币。网友：“你很帅，但是我选周杰伦。”28日下午，林书豪在其本人微博分享了一则他和周杰伦表演魔术的视频，与网友互动的同时叫板周杰伦：“大家觉得我和周杰伦谁表演的魔术更好？”视频中，周杰伦表演的魔术是将魔方变成彩虹糖，林书豪则戴上了周杰伦的面具表演火柴盒中变出硬币。网友纷纷与林书豪互动：“你好帅，打球又厉害，所以我选周杰伦。书豪很棒，我选杰伦。你的好奶茶轮也不错。”